架子。你看到什么？去哪？你看有没有看到巫婆？我看到了。有没有看到巫婆？你等一下看到巫婆，还有其他小丑哦。哇，把晴晴拿了一个地图哦，拿的是日文的地图哦。对啊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车子啊？有啊，好看。弟弟现在也要看，我给他一张好了。欢迎明星是门票，没有。给你一张。那只要是写作业，因为他是带着我的抽签机啊。你是要体验哪个吗？看得懂吗？里面是日文版的。中文还是日文？日文啊。我去领一下那个身份证哦，保琴要保琴的话，未满100公分，所以他不用。